待了一个礼拜，今天去找工作。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，没有证件，有的地方还是进不了。到达，看看有什么好工作。我大开眼界，没有招工，现在都在招老板呢。麻烦了，很多过来找工作的扑了个空。工作好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多量体温，多消毒哦。NT 南疆温暖嫁给您，退休。都是中小企业啊，都在寻求合作啊，都在找订单呢、啊，内销也麻烦了、啊，不招工人，只招订单，不知道会影响多少人这样子。好吧，现在回去还没吃中午饭呢。